晨将复杂心机却真诚善良的简庆芬诠释的闪闪发亮，而且富有见解。而贺军翔无论是眼神啊、身体啊、灵魂都合一，完美展现了何瑞芝夹在母亲、夹在前女友，还有夹在妻子之间的那种无力感。两个人的演技皆获得了评审的肯定，让一同入围了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的男女主角奖，恭喜他们。徐伟宁和柯震东，徐伟宁呢以去年他的和他的他获得了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主角奖，今年又以不够善良的我们再度入围，而曾经获得台北电影奖影帝的柯震东，凭借着精确的情感掌控与肢体表现，也获得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配角奖的入围肯定。女演员就是同剧竞争戏剧节目女配角奖的钟瑶，跳脱以往沉着冷冽又优雅的既定形象，她让观众看到了更多可能性，用自然生动的表演底蕴挑战风格强烈的角色，不仅在国内获得广泛的好评，而且还引起了海外观众的热烈回响哦。是我们要迎接女神了，商金影后贾静雯，继五年前以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拿下生涯首座金钟视后，今年再次以此时此刻入围了戏剧节目女主角奖，与同剧的演员郭雪芙角逐视后。她在剧中饰演恋爱实境节目的制作人，精明干练，被网友刻为舞台剧最好刻的 CP 哦。雪芙，哇哦，都是今年首度入围金钟奖的演员哦，一入围就角逐视帝跟视后的宝座，哎，实力备受肯定。来自香港的演员刘俊谦饰演极度渴望恋爱的听障外送员，郭雪芙则饰演以按摩为生的单亲妈妈，两个人意外地展开一对甜蜜恋爱，温暖有趣的互动成为观众最爱的一幕 CP。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演戏。